待四方。好，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呢只幾利紅星啊！咁再見到埋邊啊，太陽威威亦都搶啦，馬林中間志在四方，出邊咧仲有神威傲翔啊！內欄第五位就協勝神區啊，外邊紅衫走埋上去嘅馬匹咧，仲有呢只智力寶啦，咁出就唔快，全民皆知淺藍衫啊，走翻上嚟第六位啊，第七位橙衫換得好啊，再變粉紅衫內欄第八左右啦，就有儀志好啦，後邊五匹馬連利之星啦，長長有就啡色衫內欄尾四嘅，拍住喺出邊仲有超新星，超新星就淺藍。藍衫啊，咁再後邊嗰兩匹馬，紅衫標騎咧，包尾就勁加價。好啦，咁啊轉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就神威傲翔啊，跟住第二位咧就太陽威威啦，第三位幾利紅星啊，出邊第四位咧就智力寶，中間第五志在四方內欄咧，咁啊仲係協勝神區啦，再喺外邊全民皆知啊，後多浸嘅馬內欄位置粉紅衫就有儀志好，中間橙衫換得好，掟出去有連利之星，跟住佢後邊嘅馬仲有超新星啊，內欄等緊位仲係長長有嗰啲馬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零米。前面透出的馬仲是神威傲翔啊！咁啊，見到外邊一鼓作氣上嚟就智力寶啊！中間有幾利紅星啊！內欄協勝神區，中間自在四方一路冇位喎、啊！外邊追上嚟嘅馬仲有超新星，最後百零米透出就幾利紅星，埋邊就係呢只神威傲翔，中間夾住太陽威威，外邊上緊嚟超新星，接近終點幾利紅星鬥緊太陽威威，外邊上嚟超新星啊！結果呢場賽事鬥得相當精彩啊！幾利紅星十一號。咁啊，一路壓住咗入邊黑衫嗰只太陽威威，外邊殺上嚟，超新星衝上嚟嘅勢都勁啊！幾利紅星一路壓住太陽威威，要影相，外邊超新星，入邊咧就係嗰只神威傲翔啊！鬥得精彩，但係邊只到線先呢？中間六三幾利紅星，入邊係太陽威威，要影相啊！都有機會平頭啊！個潘頓做乜鬼啊？塞車啊！爆到冚係咪咧？因為係咪有機會出嚟㗎？嗰度直路。